尽快出发。哎，我这个车节能减排省汽油，就会脚丫子。我是郭子。哎呀，让我演一个贪官。我长得也不像贪官，我像吗？像。讨厌。反正到了单位跟他们对一对也就明白了，没问题。黑什么黑？你们俩这一辈子肯定吹。啊！哦，他敢欺负我老婆，你怎么办？我去欺负他老婆。你的火药，冲动是一副手铐，也是一副脚镣，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。一、二、三、三，听说过没见过未来的知识。你说什么？外国就不刮风？刮几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呀！反正一打呀，别的咱不怕，不错，刮一刮，我们全都没事，有你吧。好，人都说我懂灵媒，正想你多话。是啊，其实我看风光才是，都不理宝的。我找你。